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次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有关胡志明的 App。第一个呢是越南旅游，这个 App 提供越南所有的旅游资讯，包含景点、酒店、餐厅、购物和娱乐场所等相关讯息。主页可以选择各城市，从简介中可以了解概况跟旅游必备资讯，像是消费水平、紧急电话、邮局等讯息。而景点中可以了解著名的观光景点，例如交通、门票跟地图等等。从主页左上角选单，也可以选择不同类别。旅游攻略提供行程及日游的规划跟建议行程，内容包含简介、门票费、注意事项、提醒等等。也可以选择短语，学习住宿、时间、餐厅、紧急情况、运输等用语。特别是这个 app 还有提供紧急状况这个选项，方便你在旅途中有任何情况的话，都可以拨打紧急电话。第二个 app 是 Vietnam Travel Guide， 这个 app 汇集越南各城市的热门景点攻略，还可以进一步的查看各城市的特色。最方便的是这个 app 就算离线也可以使用。进入 app 之后，从主页上方画面可以选择不同主题，像是美食、文化、自然、音乐、历史等，点进去也可以了解一些实用小知识。在主页面下还包含许多资讯，例如当地的天气、气温、推荐的越南语短句，或者是汇率换算的小工具等等。从主页的实用资讯点进去的话，有小导览、背景，还可以了解简介、历史、越南语、片语等。而文化里面则可以知道许多节日和习俗。基础资讯还可以看到像是交通、电压插座、货币汇率等等的小知识。往下滑还有更多资讯可以了解。另外，从主页选择特定城市，就可以浏览当地的观光景点、活动、美食、住宿等实用资讯，内容相当丰富。第三个 app 是 Foodie， 这个 app 提供你浏览各个在越南店家，根据不同的类别跟实际参考照片，你可以在探索、订购、预约这三个选项，在当地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餐厅。进入 app 之后，有探索、外送、预约、订购等选项，选择探索可以浏览最新的推荐餐厅。也可以点击上方的筛选栏，像是部落格，就可以看到许多美食的分享或评论。影片的话，则是可以看到别人分享食物的影片，对选择店家或是想吃的食物的时候，非常客观且好用。而外送选项可以选择午餐、美食、饮料、甜点、手作、小吃等选项。进入之后可以看到人气的店家，同时清单上的店家也会显示距离、大约价格跟折扣等资讯。选择想要的餐厅后，就可以订餐等待配送。预约则可以浏览多家折扣餐厅，除了基本的资讯可以参考之外，还有照片、影片、评论等可靠的资讯，让你降低踩雷的几率。只要选定好想要的餐厅之后，就可以直接在线上做预订，非常的方便。最后一项快速订购，提供多家可以自助订购的店家，可以选择内用、外带或是外送的服务，让你在订购上能更便利、更快速。第二个 app 是学越南文，这是一个提供你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可以使用学习越南文的 app。不管是到越南旅游，或是在越南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，都是个非常实用的工具。进入 app 之后，可以根据需求点击不同的主题的片语，学习基本的会话。例如点击常用这个类别，就会出现简单的谢谢、对不起等用语。除了发音慢速发音可以重复听之外，还可以收藏想要的字句，方便之后复习或是预览，在旅途中也可以随时查看，非常的好用。以上是四个胡志明市的实用 app， 希望帮助到大家在旅游的时候可以玩得更顺利。拜拜。